Word for word, you said, I felt when we stared down, I felt his right hand was twitching, which was a subtle tell for me. Oh! Just slapped him! Like that! He is ready to unload that right hand, and I feel that could be a downfall for him. If he lets that right hand go, I will not be there. I simply enter the way I enter, and that is enough. They either overextend or they shrink away, but either way, it is not good for them. I will create traps and dead space inside that octagon, and I will walk him into that dead space, but all of a sudden, he will be in danger. How do you do that? How do you predict these? If you can see it here, and you have the courage enough to speak it, it will happen. 如果你能看见，并且有勇气将它说出来，那事情就会发生。这是当年康纳夺得羽量级冠军后，在记者会上说的话。这套吸引力法则概念，让他打败了过去十年没人能打倒的羽量级传奇，当时的 Pound for Pound 第一。这是 UFC 历史最经典的对阵之一。从赛前，康纳就一直给这位初代王者施加压力，在任何公开、非公开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不断去影响着冠军奥杜的情绪，长达好几个月的心理战。到了比赛当天，缔造了冠军赛史上最快的终结记录。Aldo 终于在 UFC 尝到一败，职业生涯第一次遭到对手 KO。如今这段经典已经过去九年，现在的羽量级是由大帝 Volkanovski 统治。当年康纳夺冠后就选择离开羽量级 ，Max Holloway 的出现让 Aldo 再也重返不了冠军王位。Max Holloway 也是一名相当厉害的冠军，当时联盟现役最长的连胜记录 ，UFC 所有量级史上最高的打击次数，冠军防卫战送出307记打击，把战绩全胜的 Brian Ortega 送了下去。后来排名战上单场445记打击，粉碎了 Cater 进入冠军赛的希望。连续两次打败 Aldo， 三次防卫冠军头衔，还有直至今日14年的职业生涯从没被对手击倒的记录，挨了不少足以被 KO 的攻击，背部却一次都没接触过地板，是把输出极高、抗击打又异常强悍的怪物。然而大帝却打败了 Max 三次，一山还有一山高。现在的大帝是有资格跟 Aldo 争夺羽量级 GOAT 的人选。考量到 Aldo 过去打败的以及打不过的，大帝这里皆有通关记录，加上八角龙的战场强度是一年比一年强，因此有很多格斗迷认为大帝才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羽量级冠军，在羽量级从未输过，就连上去竞争更激烈的轻量级，对抗目前所有人都无解的鹰爪门，还差一点拿下双冠。虽然之后双方的二番战，大家终于第一次看到大帝遭到 KO， 二代鹰王这些高手 HRD 成员再增添一位，但考量到这两位本来就是各自量级统治级的人物，且在第二战大帝还是临时接赛，接原挑战者 Oliveira 的空缺，准备时间根本不足14天。尽管这一场输掉，却无损大帝在粉丝心中的无敌形象。至于其他具有竞争力的挑战者，则都过不了 Max 这一关。说起来，这个量级也不怎么好混，排名内有一个强大的前冠军守着，而 Max 自己上去挑战，这三次挑战失败，这稳稳的大帝王朝，连大帝自己都吐槽，希望之后想来挑战冠军的选手们可以自动回避掉 Max 这关，生怕观众疲乏，看不到新的人上来打冠军赛。而在大帝首度卫冕跟 Max 三次交手获胜，到与其他量级冠军交手的这段期间，有位新人进入了 UFC， 他跟大帝一样，曾很临时的上升到了轻量级，同样是的对手以及时机角度都堪称完美的高踢。但不同的是，这名新人用过人的意志起身将对手给放倒。紧接着下一个回合，他仅用一击就将刚才拿到绝对优势的对手瞬间 KO。来自西班牙的 Ilia Topuria 进入 UFC 后，面对各种深情流派、风格鲜明的对手，有臂展比夜魔还长的对手，有多届世界柔术大赛的冠军。有非常擅长打地面流，跟自己一样全胜不败的超新星，还有同样一击就能让对手断电，堪称核弹等级的重炮手。
伊利亚与对方交手整整五个回合，用更精湛的战力技术给对手上了一堂拳击教学。官方绰号斗牛士，面对这一拳就会让人蹬出的大炮，在最近的距离不停的闪躲，犹如在八角笼内用红布戏耍着致命牛角。伊利亚以全胜的战绩，一个一个通关，进入到了排名前段。希腊式脚力出身，生涯初期就缔造了相当多的降服记录，而加入 UFC 后，更多是展现只要让他抓到一次就能 KO 对手的威力，还有绝不投降的意志力。左手臂上的角斗士图案，让人联想到罗斯克洛当年的经典电影《神鬼战士》，似乎预告不久的将来，他将会挑战强权，推翻大帝王朝。且他跟康纳一样，同样拥有过人的自信。他表示，目前这个量级，没有人跟他同等水平，包括你们口中无敌的大帝。现阶段我才是羽量级最强。排名内出现如此强势的新面孔，大帝在成功防卫冠军后，表示已经为自己的传奇生涯下一个篇章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下台与伊利亚正式碰面，生涯不败就决该量级历史最佳。大帝希望对方接下来不要去接守门员 Max 这关，因为他要亲自迎战。刚好 Max 这时也准备上去轻量级争夺另一条的冠军腰带。当确定下一位冠军挑战者就是伊利亚时，伊利亚首先做的是更改个人社群的简介，从原本的14战全胜改成15-0羽量级世界冠军。好家伙，就连当年的康纳都没有做这番操作。时空与人预告未来，这波成功吸引到了包含冠军在内所有人的目光。一旦挑战失败，不仅只是要尴尬的把个人简介改回来，这段故事肯定会变成伊利亚日后被嘲笑一辈子的黑历史。大帝的斗志也被点燃，首要目标就是让对手尴尬的将资料改回一败。到了比赛前几天的媒体日，伊利亚已经系上了腰带，其他挑战者在赛前通常不大会主动去碰这条冠军腰带，生怕魔咒奏效，一般都会等赢下比赛，裁判举起自己的手，接着颁奖者上前系在身上，这一刻才是真正拥有。可伊利亚表示，这就是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完全不相信什么魔咒，腰带什么时候系对他来说就只是时间上的差别。然后大步走向收到消息来看热闹的大帝。紧接着来到了记者会，伊利亚再次向所有全民预告，他会在第一回合还是第二回合就 KO 掉大帝。此番话代表这场比赛的胜负不会经由分数判定，更不会打超过一半的时间。然后在大帝发言的环节，突然上前抢走对方的腰带。伊利亚的这个举动直接把大家拉回九年前，跟当年那个男人一模一样。可不一样的是，在心理素质方面，当年的 Aldo 可不比现在的 Fognoski。 大帝是见过各种大场面，同时又敢于跟对手玩心理战的高手，因此现在这些行为在格斗迷们看来，被逼上悬崖的不见得是大帝，而是伊利亚自己。 Like I said, you may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it now. You're never gonna see it again. Not until I teach you a lesson. Maybe one day you can be a great champion. I'm gonna kick your ass first. You'll learn your lessonMaybe you can bounce back after that. But till then, get your hands off my belt.大帝已经上头，夺冠难度可能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唯一确定的是，两位现在不只是要赢下比赛，还要赢得漂亮，彻底拿下对方。终于来到比赛日，双方已经准备就绪。当天除了这场羽量级冠军赛，前面还有很多场精彩的赛事，其中一场雏量级排名赛，排名第二的梅拉布对阵前 UFC 双冠王 Triple C。 比赛结果是同为新人的梅拉布拿下比赛，确定将在这个赛季挑战雏量级世界冠军。而在赛后采访环节，丹波报员问到梅拉布对于即将进入冠军战的想法时，他回答完后突然向现场喊话，伊利亚会先在今晚拿下世界冠军。压轴冠军赛的气氛被炒热到了最高点，如同当年的康纳以27岁的年纪闯进到了冠军赛，对手同样是前 PowerPoint 第一，多年不败的现任王者，究竟大帝王朝会继续，还是今晚真的就要落幕？接下来就带各位回顾这宛如现代罗马竞技赛的一场对决 ，UFC 298羽量级冠军赛。感谢名人堂观众们赞助播出。
30是一个人的体力、经验能力以及外貌成长的黄金时期。进入到这个阶段，如果平时缺乏运动习惯或调理身体，生活中就很容易出现专注力下降，觉得力不从心，对于其他的新事物都感到兴致缺缺。随着时间流逝，不知不觉就错过这段黄金时期，失去最佳状态，从而缺乏自信。要实现生活30而立，极致战力玛卡胶囊。说到保养，现在大家最常想到的，除了 B 群，大概就是玛卡或者精氨酸。然而有些玛卡吃起来效果有限，精氨酸则可能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药师健生活颠覆以往传统玛卡的做法，首次采用氧化蛋菌以及透纳液保养调节，同时对身体还更温和。产品一样通过严格第三方检验，还有6名专业药师的团队把关，使用安心无疑虑。3克30而立，就相当于2000毫克的精氨酸，除了能提升精神专注力，还能有效让你的运动表现更进阶。目前药师健生活正进入双11活动，全款商品任选一件，通通都有79折的优惠，购买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50万现金等好礼。结账时输入我的折扣码，让你整笔订单再享折扣，把握住你的黄金时期，赶紧到影片下方简介区域订购。现代罗马竞技赛正式开打，角斗士与大帝两位上前先互相击掌，接着大帝开始绕着外围，一开局就直接先来了一记高踢。看在上一场的 KO， 大帝还记忆犹新。伊利亚向前试探，大帝撤退同时起腿命中，大帝走回到铁笼中央，继续在距离外起腿，从中段踢到第一扫一套组合。伊利亚在观察突袭机会，大帝边出手掩护，一边往左侧移动，一记强劲的中段踢，再接一记第一扫。开局大帝的腿法命中率相当高，游走同时不断注意挑战者的突进时机，距离一接近就起腿反击。伊利亚持续观察对手，第一次进冠军赛表现却相当沉着，引诱大帝起腿时出手，但大帝也很快的往左侧闪躲，大帝上前继续用刺拳进行掩护。伊利亚这位向前又被大帝抓到空档起腿，大帝继续一套前腿低扫加高扫，伊利亚挡下并且躲掉这颗刺拳，角斗士继续向前施压，大帝一边游走边换架，一记 hand kick 又一次被对手给挡下。伊利亚持续试探，打得相当有耐心，因为他相信他只需要抓到对手一次，胜利的天平就会直接往他这里倾倒。面对对手不停的突击试探，大帝快速游走，不忘用前手做干扰掩护。伊利亚又一次抓大帝起腿时进攻，但大帝也已经做好防守，伊利亚只能先放掉这记后手拳，然后一记强劲第一扫回敬给对手。这记卡夫踢踢得大帝险些失去重心，伊利亚闪掉刺拳尝试朝身体击打，然后再一次第一扫命中，而大帝这里连续的刺拳都被对手躲掉，第一扫时差一点又被对手击中。此时伊利亚开始丢出了后手拳，紧跟着大帝准备要来 KO 掉冠军。大帝一样后撤闪躲，同时起腿反击，但这波也感受到了挑战者后手重拳的威胁性。伊利亚趁大帝停下脚步，再一记卡夫踢命中，大帝换架持续移动，同时也在找机会主动突袭。双方在笼中央左右游走试探，而大帝再一次躲掉了伊利亚的后手拳，伊利亚持续上前施压，挡下了这记中段踢，然后尝试朝身体击打。大帝一边出手，一边往对手右侧移动，先回敬一记朝小腿的低扫，趁着对方突袭时再一次起腿命中。双方的距离越靠越近，出手节奏逐渐加快。伊利亚此时打出了一波连击，伊利亚持续向前突袭，接着双方几步的攻势都被对手闪掉，不论是低扫还是朝头部的出手，大帝的前脚高踢被挡下，伊利亚后手拳突袭再一次被大帝给躲过，眼看刺拳命中率不佳，大帝一记内侧低扫加外侧低扫持续累积伤害，伊利亚上前躲掉前手企图反击，但大帝也已经提前做好防御，伊利亚继续做摇闪动作上前施压，这一次被大帝抓到节奏，直接送上一拳，同时闪掉伊利亚的反击。大帝向挑战者表示我抓到你了，伊利亚也回应大帝，你放心，很快就会轮到我，而轮到我比赛就结束了。游击战的同时，双方也在进行心理战，大帝这里手指中央示意继续较量，伊利亚出腿完向前打出勾拳，大帝却突然下潜，切换时机相当好，在第一回合倒数阶段将战局转到地面，先拿下这一个回合。可伊利亚防摔能力在线，双方一波缠斗，伊利亚闪掉袭击顺利挣脱，大帝连续刺拳出手，伊利亚一边摇闪向前突袭时再次挡下对手的高踢，同样伊利亚的右直拳又一次被大帝预判往左侧闪过，第一回合就在没有哪一方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结束。回顾近年光头大帝出场的羽量级冠军战，他的卫冕表现是一场比一场还可怕，不论是什么样的风格，每一位挑战者几乎都被他上了一课，而且是从第一回合开始就有明显差距，这当中还包含了前任冠军打击排行榜第一位的哈洛韦，他们间的第三战大帝甚至已经游刃有余到能跟场外观众进行互动，战力水平已经超越了这位老劲敌。 He's got to just get very active.
short. 且如果被大地带进地面，该回合基本上就是一面倒。这就是这五年来没人能撼动的大地王朝，冠军能力一直在进化。而目前第一回合看下来，有部分格斗迷开始感觉到伊利亚或许真的是那个有机会推翻王朝的神鬼战士。进入到第二回合，两位一样上前先击掌，大地继续挥动着前手进行掩护，准备起腿时，见对手已经预判到，于是停顿了几秒，再一次中断踢命中。而伊利亚同样抓对方起腿时出击，大地继续挥动着前手，双方都在找空档突破，趁着大地换回正架，伊利亚后手拳挥出，连续两记重拳都被大地轻轻闪过。大地很快跟上前，一记刺拳点中，伊利亚继续突袭试探，一步步紧跟着大地。现场赔率开出来，双方是一模一样。选手们的线上即时回复也表示第一回合相当接近。此时伊利亚趁着大地打出拳头时快速出手，但大地不断的保持移动，且移动方向还是往挑战者的右侧，让伊利亚的右直拳不好命中，这里还被大地抓到反击。大地继续跟对手玩心理战，相当享受比赛，一记高踢又被对方阻挡，前手挥出又被伊利亚闪过快速突袭，这次双方都没有命中。伊利亚上前朝身体的刺拳，接着两记重拳又被大地很惊险的躲过，伊利亚展开攻势，冠军被压到龙前近身刺了两记 body shot， 不过大地很快顶膝拉开距离，这回换大地上前换架后手，被伊利亚后撤化解。这个闪躲方式也让观众再次了解为什么伊利亚有斗牛士这称号，连续的刺拳继续被伊利亚摇闪躲过，前手刚打出去又差点被对手反击，不过大地一样很快就做好提前防御。伊利亚持续突袭试探，大地则不停的换架移动，相当有经验，清楚知道要怎么应对对手的风格，一记前手刺拳再次命中，伊利亚同样继续做着摇闪动作跟着，又一次趁对手扫腿时出手，可大地摇了摇头，伊利亚继续紧跟，再次低扫击中对手，双方在中央游击试探了一回，接着轮流向前丢出刺拳，大地这里命中，可以看到伊利亚的鼻梁出现的伤痕。大地见状连续的刺拳奉上，起腿一波腿法组合，游走时后手拳挥出，被伊利亚阻挡反击，双方近距离的交锋，伊利亚点中了对手，但大地的刺拳也很快的再度落在挑战者的面门，伊利亚继续抓前走出来时反击，然后又一记强劲低扫，但向前时也被大地起腿击中，大地上前连续的刺拳出手，同时躲掉伊利亚的后手拳，大地的表情仿佛透露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伊利亚持续摇身紧跟准备突袭时，又被大地点到了一击，但大地下一击挥出差点被伊利亚后手拳反击，此时伊利亚突袭启动，连续的出手组合，直接龙前这一击右手拳，大地跌坐了下来，裁判介入终止比赛，伊利亚15连胜，粉碎了大地王朝。大地还在断线中，没人想到伊利亚真的只需要抓到一次就能结束掉比赛，且这一次的大地还是完整备战，不是像上一次临时接赛状态不好，又是在对方的主场打对手的量级，是在羽量级从没输过，打败了 Tremendous， 打败了 Jose Aldo， 三度打败 Mass， 是所有夺冠热门都没人能扳倒的大地。甚至国外讨论有趣的话题，如果康纳当年的选择是继续待在羽量级防卫腰带，那在之后最有可能夺冠的就是 Volkanovski， 可伊利亚仅一级就宣布改成换代，跟当年的康纳一样，在27岁，可能都还没进入巅峰期的年纪，同样在 UFC 的第七场比赛，一拳击倒了羽量级史上最伟大的冠军之一，成为 UFC 史上第五位羽量级冠军。回顾整场比赛，大地开局就不停使用腿法，不要说到上一败就是吃了一记高扫，伊利亚生涯唯一一次被击倒也是进攻时正面吃了对手一脚，所以大地不断在对手进入范围时起腿出击，但都被伊利亚给挡下。而到了第二回合，大地的拳法占比越来越多，开始被伊利亚突破范围，虽然好几次惊险闪过，但只要被抓到一次，被一个上去轻量级都能一拳 KO 对手的重炮手，结果就是同样龙前一击决定胜负。有些人觉得大地的年纪已经老了，早过了巅峰期，有些人则认为大地还受到上一场的 KO 影响，身体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虽然这些都有可能，但实际上大地从来都不是什么铁下巴，他并没有很出众的抗打能力，他能够主宰这个量级靠的是全面的技术以及战斗心智，也就是说这一集不论是生涯哪一个时期的大地，没有一个吃到不会被击落，如果没有调整战术，双方冲打十次，大地可能至少被击落七次，正所谓一物克一物，更年轻的后浪不断来袭，这就是建立一个王朝
到困难的地方。而伊利亚除了全胜夺冠，成功兑现了几个月前就偷跑了个人简介，以及赛前对大帝做的种种举动，伊利亚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康纳。他们同样信奉着吸引力法则，脑袋里完全没有什么结束后会不会被打脸，变成被嘲笑一辈子的黑历史，而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能成为世界冠军，并且敢在众人面前说出来，用力表现出来。最终这些事自然发生在高水平的竞技赛场，常常会出现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仔细回顾过往，一切也似乎都有迹象。当年错过康纳时代新加入的观众，推荐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位新冠军。不敢说他们有多相似，但 UFC 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像这样的选手。新的冠军伊利亚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影片开始多次提到的前冠军，14年的生涯从没被对手击倒。过去两集所有挑战者都过不了的关卡，跟伊利亚一样，上去轻量级 KO 掉了堪称最暴力的轻量级选手，现任 BMF 冠军 Max Holloway。 风格因素，这场比赛或许会比对阵大帝更有难度。 Max 现在不只是要来尝试夺回腰带，更要检验伊利亚当初是不是避掉了这一关才能拿下冠军。而伊利亚的心理战也开始进行，熟悉的恶名昭彰风格回到了最初的145量级。以上就是这一期 UFC 298与量级冠军战赛后回顾，我是魏德，我们下部影片见。